哎，哇哇，但是哎，哎呀，老七这皮肤不对呀，夜来香，对呀，夜来香香，关键对面现在还有昆虫。老七，能不能行？这个我感觉他皮肤没有带扎克，战力减一半。这把老七难道是为我省夜宵？哎，哦呦，佣兵很懂啊。不过穷者这把的密码机有点慢。是敢撕拉点。这里盒子踩掉，哭泣小丑走远了，他应该是要交移形了吧？这里移形找谁呢？继续找佣兵。还在逼到底？佣兵啊？这么大的？哎，对呀、啊，他打佣兵直。我感觉老七走远了。哎哎哎！又有了。不是，这波护臂稍微的，他前面几个误认躲的都很漂亮，这波护臂有失水平啊！难道是突然之间屏幕糊住了？支付宝到账80元，一个护臂，我感觉杰克突然又好起来了。他还干扰到密码机了，一刀误认甩，人挂上做防守。这把的话，哭泣小丑手里还有个搏命，然后昆虫这边可以掩护来救人。挂佣兵节奏不好的，感觉他得拉出去找救。对他得顶出去打，我觉得他一定会顶出去打的。是的。怎么守？昆虫来救守不住，但是昆虫没有搏命。嗯，硬打一刀吧，硬打一刀。这边救下来佣兵一个护臂，挂挂也不太行，好像只能针对这个佣兵。而且呢，这把穷者的密码机其实是有点慢的，他们这个机子偏慢啊，交移形压嘛。误认，哎，知道你会跳这个护臂，最后一个护臂交完，一刀误认带走，机子不够，一刀好，哎，这样的话追个双，有没有？没想法。那边是遗产机，但是是哭泣小丑，哭泣小丑有控制力，有没有来一炮的说法？强行，感觉救不下来了呀！哎，哇哇！但是哎，他蓄力刀这波直接捞也捞下来了，但是他蓄力刀这边小丑想躲一手，老七要翻盘了。关键是小丑的这个火箭炮被打断了，很伤。夜来香，好，这边找到舞女，飞轮顶可以，但是他这边，哎，我就没打到，这样的话，哭泣小丑要过半。哎，老七，这里是真的敢打呀？他是觉得他是看到舞女那边，那个昆虫那边的密码机了吧？应该是的，看到在抖了。啊。那这样的话，哭泣小丑是过半的，外面两个人半血，并且密码机差的有点多，他只需要稳稳的击倒这边哭泣小丑挂飞，是不是就拿下了？差不多，但是就看了，他现在就看到那个舞女在修了，应该就是直接追哭手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一边看舞女的练习一边追，哎，大王不知道海边在秀，不是，
他不知道海，他没看到海面在修。哎，库奇，但库奇教授开了个火箭，又死了。无敌这边再修二三层，压好了，压好了。这边还有一个搏命，但库奇教授过不去。他位置是被架住的，这个库奇小丑满血可能可以过去，半血感觉过不去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哇，大哥，你这，不是，师傅到这188元，这误认接上了吧？我感觉接都不一定接得住啊。草魔，拿下！你没带天赋啊？没事没事没事。零天赋吗？我先看一下这天赋是啥。夜魔，哎，好帅的，看吧，哎，也还行啊。封窗底牌也还行，也还行。那不能三倍了，那这个不能，那不能啊。他连大天赋都没有，对他什么天赋都没有，对吧？点个就奇奇怪怪的还行。啊，杰克零天赋一定会被爆杀的，孩子。伊莲娜这把不好打哦，这个阵容。这是正经天赋。这是正经天赋。这个地方有一个细节，你知道吗，大帅？什么细节？就是你人在鬼屋里面是能听到二楼翻窗下来的。进步也能听得到吗？对，所以你看他这波为什么看见鬼头，因为他听到翻窗的声音。啊。就你仔细集中注意拉满，然后音效开最大。啊。不然你想他没擦眼，他为什么知道自己在放下？是啊，我以为这是一只涂黄的一种感觉。哎，这边想反穿，哎，这个节奏不对了，这个节奏不对了，这个节奏要开始反击的号角了。这个节奏不是反击的号角，这个节奏穷人到现在满血。伊琳娜这边张狂没有，他有个张狂可能还好，把开存在感。对，要开始反击的号角了，要开始反击的号角了。但是他不能上车，有可能闪盾是。啊、嗯，是。大帅，你觉得这把能翻不？你上一把其实节奏也蛮差的，翻了，因为你上一把抓佣兵，然后时间又久，那这把我也得看一看了。闪现跟上来好像还行，他如果在防守的时候能打出一些东西的话就还行。哎，顺甲，哎，被自己雕像弹了，哎，这内鬼雕像，哎，夹到了，厉害啊！刚才那个是内鬼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亲儿子雕像。这个是可以上桌吃饭的。啊，这个是上桌吃饭的雕像，但是三台阶了，而且对面的话是双搏命。确实，手势上必须得拿到很大的。他得至少先这一波打到二阶再说。对。难啊！蹲下翻也能听见，音效开最大的。直接打吧。不能打吧，他这边他手里面雕像还蛮多的，他需要打个双倒这种节奏。雕刻家的手势还是非常的什么的，雕刻家的救的好啊。雕刻家的手势还是非常老。哎又想反穿，哎还行，这波要是被反穿那可能这个游戏就结束了。对，现在的话打一刀二阶还行，哭泣小丑如果过来救人救不下来，他其实有翻盘的可能性。月朗还打算零天赋吗？包零天赋的呀，真零天不零天赋，我们就五倍夜宵走起。对，等会儿先看伊雷娜，伊雷娜这波如果不出大血的话，因为我感觉他真有机会能翻，因为穷人这边已经打出优势，他们肯定来救人。其实我觉得还有机会。对，我也觉得。哎，好炸！哎，救不下了，救不下了！不，他减速，减速，减速，不可能救得下的啊！哎，你在说什么？大帅，你刚才操控了我。他怎么可能不可能救得下来？这个身位离得有点远呐。但是救下来，电机应该大概率可能也。现在机子不够，现在机子不够。但是他没有雕像。哎，可以，哎，不就是和还有一个洞，还有一个洞，完了，压好了。压好了，压好了。哎哎，大帅对面好像，哎，亮不了那个99的电机，在哪里啊？没。枯手，枯手的脸上啊，他没亮，枯手倒了，他倒了，对，
穿盘了呀，大帅，反击的后脚。不不不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现在那边密码机亮，三个人，你还不一定反击得了。三人开门战优势在我，他得秒一个，不过他有底牌。哎，但是杂技这个位置有飞轮有球，感觉对面有备而来。哎，是，守卫很好，跑点上了。那边的门在点。二战是不是有车啊，大帅？他切团了，可以。对于这个密码机掌握的非常的 beautiful 啊 ，beautiful， 你英语很好。哎，没砸到，没砸到。哎，他现在手里面没有什么雕像了，哭泣小丑、火箭、CD 要一个，哎，抽刀也抽不了，这边就过。旋转木马有地窖，大帅。好死，哎，可以平了，不过那个门应该也开了，拦不住。拦不住，他也没刀嘛。对，拦不住，停了。还行吧，这个节奏没输，我觉得可以。天赋又带出，是。然后地图是雕刻家很不好的。应该没了，平局。超模。还是祭司那波反穿前期把那个节奏给。哎呀，这还是太难了，这不是真的难。没事。来，看着把优势，有可能真的没带，没有带了，带了，带了，底牌加风车，哎呀，上来，现在砍树都不砍了，砍枪，砍挖石头啊，开始整活，但是外面的球者也知道他要砍，对，他要是把这个蹲头给砍下来了，我给他翻100倍的夜宵，你就砍，据说这里面有一个这个彩蛋，就是你连砍100刀，这个蹲头就掉下来了。你这样子，人家弹幕都去试了，怎么办？那大家不要试啊，我骗人的。拍到了。求生者对他有研究啊，对，知道他会延迟拍，对对对对对。抢机子，哦，对，我还真的知道他们在抢，已经对好哥哥已经被拿捏了，被摸透了。有没有可能一分钟开一？那台50的机子一定是能亮的，一定能亮。哎，当这个机子亮的时候，好哥哥会不会心里一紧啊？糟糕，我会在想，肯定是两个人抢机子的。对，糟糕被针对了。糟糕被针对。真能开吗？就是我好像真能开。能开。哎，不修问。他竟然还有一半的时间。哎，他不修，他怕他传送。我没有还在。哦，他们哎，佣兵过来救人了。哎，他可以走过去的。那这样子他挂佣兵了呀？对啊。哎，不是，他怎么没挂佣兵？没挂佣兵啊？那这佣兵必然被捡啊，他总不能传吧，我看他样子像传。哎，这佣兵也不要了。哎哎，哦，他这样子再回盘，哦，再回盘回去捡这个佣兵，捡到了，在二楼，在二楼，哇，很贪啊。啊，但是调酒师这边可以喝酒，而且因为有捡尸的节奏就可以接受，但是他捡的是个佣兵啊，他针对不了吧？但是你想捡个佣兵有一个更好的好处，没有搏命的可能。不是不是，这个佣兵救下来，这佣兵比如说哦，当然救下来的话可能会换挂，这佣兵走了呢，其他人可能就走不了了。反正手上有人挂。但是讲道理啊，讲道理啊，佣兵只有两个护腕，他也没有双弹，没有飞轮，所以他确实是最难六鬼的那个。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，他除了护臂之外没有了，护臂交完就没了。对，开张照，突然感觉好像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。先把这个窗还给封了，很细节。哎，小说家这边换人，小说家换位吗？无伤救。哎，给扛刀。哎呦，哎哎哎哎哎呦，这啥都没打到这一波啊。哎，这大会做法什么情况呀？为什么啥都没打到呀？哎哎哎，大帅发力了，不知道他传送交互，他传送交互了呀。我什么都没有说，我只是哎，应该是断触了，没翻过去，失误了，紧张了。我觉得他会传，这波我觉得不能传，不能。他会，不能，我觉得不会啊，不能吗？不能，就跟刚才一样，传过去偷袭那么一手。但是你这波如果传的话，等下佣兵下来，你真的让他再活的话，你连啊也是，那这波挂地下室了，这波佣兵是挂地下室的，这波挂地下室，穷者只有怪就可以打切闪打落地刀。对，
也好，你不切闪，因为你们救下的话，两个人也出不去。这佣兵只有一个护臂了，这不应该是要卖了？最好的话应该是卖吧。要卖要卖要卖，这波雕是没有来的意义啊！你救的话也保不活他，你有搏命嘛？对，除非拉拉队员有搏命，拉拉队员好像是个双神。这边找到调酒，应该会求稳回一下，因为有外面对外面有太机子停了，主要是佣兵耐住。十秒钟再拍个照，好像怎么说呢？如果说他们这边能够顺利的卖掉佣兵，不吃任何伤害的话，感觉三个人还能慢慢盘。月亮家的拍照要去电波节奏，打弹镜像，不要手机。但是把没带一刀，大蒜聊机。没带一刀，因为他这波镜像打完，在开门战之前，他还能再打一波镜像。他如果说当他判断到机子拦不住的时候，他会在最后一波镜像把全者全部打残的。他约瑟夫是不需要一刀的，因为他可以控血。那条我是有九九，这里应该是要传了吧？我觉得他要传送了。哎，那边的话拉开了。这个人有没有人救？这传送捏的这么紧吗？要传了，果然要传了。传过去捡到了呀！哎，你捡到吗？擦肩而过。那边被救下来了。最亏的一劫，完了，那这波大团大裂了，这波很爆炸的，这波非常非常爆炸。感受爆炸的，直接踢了个板，心情很不好，先踹块板消消气。感觉下一波定向机子快要好了，下一波定向电机应该是能够的。对，现在的遗产太多了，它是不好守的。前面那一机能亮，它守的那一机是多的那一台，少的那一台它没守，64的那台，这台机子能亮。不是吧？哎，这机子拦不住啊。那现在没传送，小对，关键后面还有台机子也好了，他还没带一刀斩大帅。怎么办？还不加速九，有些回复。这边可以，有一刀，一刀。那这样的话，开门战这个调酒师是一刀，密码机直接点亮。不给你偷传送的时间，对，要去拍照，先拍照。不拍。他现在没有一刀斩，他是徒弟，很难追上徒弟的。更被动了。我感觉他还不如追调酒师呢，他不追调酒师肯定要三跑。哎，你怎么再点了，大帅？他没传送，这快开了，拦不住了呀。完了！完了！拍个照压压惊，挠挠头，挠头。我刚才想说，不会，我们今天的战绩是一胜一平一负吧？我的。